得個半手咁少咧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呢個時間我就落去食下食下啲嘢先，交俾你啦嚇。係，唔該曬。大家好，咁我介紹自己多次啦，我係係啦，吳欣晴。係，我係叫 Renee 吳欣晴。咁啊，好高興再一次喺個朗豪坊呢度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今年咧我自己有一首對我嚟講都幾有意義嘅一首新歌，咁係有意義嘅原因係因為呢首歌其實係我十年前寫嘅一首歌嚟嘅。咁十年前寫嘅歌咧，十年後嘅今日咧，終於有機會可以變成一個派台嘅作品同大家見面。咁呢首歌係啦，有人聽咗啦，咁啊送俾大家《水孩子》。水天不失控。